当挫折来临，你是否选择逃避、忍受，还是被蹂躏？绝不可能！培养耐力，适应负重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。当挫折再次到来，去战斗，去反抗，加油！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婚姻像是围城，外面的人想进来，里面的人想出去，猜疑、争吵、互不相让，还记得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吗？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如影随形的陪伴，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，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，都让平凡的生活变得不平淡。加油，相信爱情的人才能拥有爱情。又到了盗窃高发时期，扒手会提前踩点，确认好作案目标，得手后迅速撤离。请大家保管好私人财产，提高防范意识。加油，年关将至，提防小朋友，你缺水了，口渴的时候再喝水就晚了。身体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水，每天需要喝800杯水才健康。请记住，男人多喝水潇洒，女人多喝水漂亮。告诉你爱的人，让他多喝水。加油，每天多喝水，拥抱健康生活。什么是损友？朋友会在你危难的时候帮你一把，损友会在你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，朋友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站在身后挺你，损友会在你无助的时候袖手旁观，朋友会在你犯错的时候拦着你，损友会在犯错的时候毫不作为。加油，洁身自爱，远离损友。嗨，单身狗，你爱的追不到，爱你的不想要。虽然身边很多单身狗，但没人能激起你心中的波澜。最怕看见秀恩爱，狗眼刺瞎好可怜，忘掉孤单，梳理好妆容，魅力重新散发了出来，享受自由的独处时光。对爱要充满期待，加油，单身。空前绝后的懦弱，登峰造极的窝囊，在逆境中奋发成长吧。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，让你果不伤身，金钟护体。加油，愿你站在高峰，傲视群雄。冬天来了，冻得直哆嗦，冷得嗷嗷叫。北方的朋友穿好羽绒服，南方的朋友要穿上外套。加油，天气转冷，注意保暖。时间为什么被浪费了？拖延，目标不明确，犹豫不决，是时间的三大杀手。下决心马上执行，果断决策不含糊，明确追逐的目标才是珍惜时间的正确做法。加油，似水流年，珍惜青春。你又闯祸了，逃避问题还是推卸责任？毕竟纸包不住火，正视错误，积极解决才是办法。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是绝不会缺席。加油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有些人生起气来自己都咬，有些人不记仇，有仇当场就爆了。有些人控制不好情绪，影响了团队的前进。冲动后的悔恨是否让你清醒？你要无视那些激怒你的人，你要理智和停止愤怒，你要和善看待对方。加油，控制好自己情绪，才能过好。